为什么最喜欢韩语老师？他严格啊，韩语老师的课根本就不有趣，我一点都不怕韩语老师，一点都不怕。跳舞很凶的师傅啊，凶啊，你觉得他挺凶的。韩燕老师比较凶一点。乔杉老师，评论一下他的外貌好不好？你觉得他怎么样？跟电影里边对比还挺帅的。乔杉师傅对我挺可好，特别好，啥都好。我早上见到了黄潇老师和王菲菲老师。你之前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？嗯，王菲菲老师是漂亮，黄潇老师很适合battle。菲菲老师挺好的，黄潇老师是那个中国舞和街舞融合在一起，很美。我觉得肖师傅他那个首先那个招很大，然后软度也特别软，我要等到肖老师70岁的时候再跟他掰一轮。幽默的，不会发脾气。崭新的一天要开始喽。那你觉得丁老师帅不帅？我觉得丁老师很帅。第一帅的是丁老师，第二帅的是韩语老师，第三帅黄潇老师，第四帅的是乔杉老师。很帅呀，很太帅了。丁泽仁师傅不是很凶、哎、那你为什么选那个黄潇和豆豆老师？因为豆豆老师和黄潇老师很温柔，不像韩燕老师他们。嗯，是不是温柔的？豆豆老师呀，漂亮，温柔的啊。